圣诞节虐狗怎么能少得了秋鱼夫妇呢？今天秋瓷炫就在微博晒了她和老公于晓光的圣诞合照。秋瓷炫穿着大红色长旗袍，头上戴着鹿角发箍，小腹微微隆起，看上去气色超好。而于可爱则扮成了圣诞老人，在圣诞树前一把抱起了老婆，老公立 Max。 不仅如此，网上还曝光了同框节目的预告图，秋瓷炫孕吐严重，于可爱就细心的一勺一勺给她喂粥，光看照片就暖得不行。而在最近一期节目里，秋瓷炫还故意整蛊老公，骗于可爱说在韩国老婆怀孕了，老公不能吃冰淇淋和巧克力这样的甜食，唬得吃货于可爱一愣一愣的。知道吗？환경은그래마누라가임신을했어남편은아이스크림도못먹고초콜릿도못먹고不用吃那个很那个甜的。韩国这么奇怪吗？不然知道知不知道 ？OK 吗？한개정도만하지지금웃잖아요어이없으니까你当我傻吗？甜食要吃，老婆更要疼。于可爱回忆起两人一路从公布恋情走到今天即将有自己的宝宝，忍不住被感动的又流下了男人泪。像做梦一样，去年这个时候，我们公开，然后今年一月份领证，到现在。别哭。别哭，我哭。有这样的爱哭鬼可爱老爸，相信还在妈妈肚子里的宝宝，将来也要调侃泪腺发达的老爸一番喽。